出来这个新闻是和原境七角八桥的张面在苗栗，苗栗竹南的警方接到报案，讲国道三号香山交流道附近，讲有一只猪仔囝在车路顶面咧撞来撞去，驾驶拢有这只猪仔囝惊到，原境咧随去甲围捕，想不到这只猪仔囝有够敖走，连咪冲入去这個水沟底，连咪佫走去高速公路，所有障碍对伊拢无效，最后三个原境加上一个动保人员用点外钟，才将这只猪仔囝甲抓回去。小心！快点，快点，抱住他！三位民警做伙出动，对象是伊一只黑色的猪仔囝。哦不，他又下去了！他又下去了！太深了！猪仔囝真高，早予民警拢抓袂着，佫走去高速公路边仔的水沟啊！他从你那边过去了，佫要冲去你高速公路。哦天哪，这好难抓哦！他往国道去了。第二件，弟弟对头前冲，原警伫后边又加有够忝。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原警用网啊要甲抓，失败；用手甲顺动伊的路，嘛失败。哇，钻了过去！哎，对对对。原警想袂到第二件这么歹抓，不过嘛袂当放弃，因为第二件了后边走的地点是伫国道三号香山交流道的出入口附近，车真多，车速嘛真紧。若是第二件冲出去，驾驶人袂护闪，都有可能会出车祸。应该没有力了。三位民警和动保人员用一点外钟才把猪仔囝抓起来。警方讲，猪仔囝会伫交流道附近要白走，真有可能是在猪仔的车无关好，予伊跳出来，下条监视器来找到伊的主人，相关会使罚到10万8000块。